吴雪岩花上千万两购买的蚕丝全部烂掉了。汇丰银行到期的400万两贷款也被李鸿章扣住不能还。最要命的是，吴雪岩在贷款时多报利息的事情败露后，慈禧太后大怒，不仅要吴雪岩加倍赔偿，还要严加处理。李鸿章的人趁机煽动储户们对吴雪岩在全国各地的钱庄同时进行挤兑。就这样，大清国最富有的红顶商人吴雪岩竟然在顷刻间一败涂地。大难临头的吴雪岩没有自杀，也没有逃跑，而是冷静地开始收拾残局。他妥善地安置好了自己的母亲、夫人和10几房姨太太，又在无奈中使用权宜之计处理了大大小小的债务，并设法保全了吴庆余堂。甚至对于自己的身后之事，胡雪岩都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以至于胡雪岩去世后100多年都无人知道他葬在什么地方。那么胡雪岩究竟是怎样收拾残局的？又是谁发现了胡雪岩的墓地呢？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胡雪岩的失败呢？胡雪岩研究会副会长、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做客百家讲坛，讲述胡雪岩的启示：冷静收残局。人对所发生的事情，他有一个回应的态度。很多人到了这个地步啊，他是受不了，他会自杀的。自杀的人是最懦弱的。胡雪岩没有自杀。胡雪岩他一向的理念是说，天若败，败我胡雪岩一个人，我不连累其他的人。现在到了这个关头，他能不能兑现？他是兑现了。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妈妈。他觉得妈妈真可怜。一个人最可怜的，就是年轻的时候死掉父母，中年的时候死掉配偶，晚年的时候死掉子女。他一想到他妈妈，他就知道他是很不孝的。任何人，不管你有多大的成就，你比父母先走就是不孝。你留下老人家在那里，他受不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如果子女比父母先死掉，装到棺材以后，要在棺槽上面打他，你是不孝子，不孝子，你怎么可以先父母而死？可他知道他妈妈是很可怜的，所以他向妈妈下跪，说我对不起妈妈。但是他妈妈呢，老早已经知道他有这个结局，所以他也看开了。他妈妈几次告诉他，儿子，你怎么这么快就发财了？你要小心了。后来听说胡雪岩买卖军火，他更是感觉到罪孽，罪孽！你做这个事情干什么？你赚这种钱干嘛？当然，我们不能说胡雪岩买卖军火是不对的，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是对国家有利的。但是在他妈妈一个富人家的心肠里面，他总觉得这样做，我们家迟早是不吉祥的。所以你看他在资源里面安设了一个佛堂，叩叩叩叩叩叩，有事没事他就念佛经。胡雪岩的父亲早逝，他是在母亲的教导和养育下长大的。胡雪岩一直想做个大孝子，他以母亲的名义为国家捐了很多钱。慈禧太后亲赐胡雪岩的母亲为1品诰命夫人。如今胡雪岩突然败落了，他的母亲会是什么态度呢？在这种情况下，胡雪岩的夫人和10几房姨太太又该如何安置呢？他妈妈心里有准备，所以她也反而安慰他。说既然这样了，你好好去安排就好了。妈妈这一关过了，他就跟他太太商量，我们有这么多的人，怎么处理？这些姨太太怎么办？所以他们两个就决定了，把姨太太统统找来，请他们喝酒。胡璇说：“我现在已经是一败涂地了，我一无所有了，我没有办法再请各位留在这里。你们呢，喝完酒以后回去把你们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我一个人再给你们几百两银子，从此大家各自去讨生活。”各位看到这一幕，有没有想到当年的曹操也是一样？当年曹操快死的时候，没有讲一些雄心大志的话，没有，都是讲一些那种跟一般老百姓是一模一样的话，叫他的妻妾以后要多做女红，各谋生活。这些妻妾啊，看到这个状况也没有办法，只好讲一句安慰的话，叫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然后各自走了，家里面就剩下几个人，胡璇的妈妈，胡璇的太太，还有一个就是第九的姨太，我们通常称她为九姨太。中国人的数字是很有意思的，你看九就是跟那个长久是很接近的，那个声音很接近，这很奇怪。八姨太也不留下来，六姨太也不留下来，他偏偏就九姨太他就留下来了。可见当初排来排去就知道这个家伙是最长久的，所以叫九姨太。他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啊。他说：“我既然嫁给你了，我身为你们家的人，实为你们家的鬼，我不会离开。你再怎么穷，我还是留下来。”我们一个人呢，要到这种生死的关系，要到这种利害相交的时候，才知道真心。其他人都走了，这几个人留下来，那准备相依为命，大家互相支持。胡雪岩冷静地处理完家里的事务。他把十几个姨太太和所有的仆人都打发走以后，就带着家人从那所占地10亩的豪华大宅院里搬了出来，在杭州郊区的一所房子里安顿下来。那么接下来，胡雪岩又该如何处理他所欠下的巨额债务呢？他这个时候还是很有策略的，他就把存付啊分成3个等级。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智慧就是说，把任何事情都先分成3个等级。最有钱的客户得罪不起，我不还我惨。其中有大官的，有大生意人的，甚至还有大的地方势力的。只要我不还他们钱，我的子孙一个也跑不掉。他知道，所以他规规矩矩把这些大客户的钱本息派人送去。其他他也知道，最穷的那些几两银子、十几两银子、几十两银子，那些人人数不少，但是他们呢，我不忍心倒他，我不忍心。人家一家人就靠这么一点点银子来安家，我把它倒掉了，我连死的时候都不瞑目了。所以他就是说，你们把这些把它收集来，尤其是杭州附近的人，这些人你不还，你在这里怎么住都不安宁。所以他挨家挨户旁边人家胡先生来探望你们了、啊，本息还给人家。倒的就是中间那个不大不小的人，没办法嘛。反正你们家也不在乎这几个嘛，那你不然你叫我怎么办呢？这个叫做无可奈何的一种权宜之计。可是中间这人会放过他吗？不会放过他的。很简单，我让你府康钱庄对不了银子，你不还给我是不是？我就找胡庆一堂。所以胡庆一堂是非常乱，几乎没有办法经营下去的。在你说钱庄是钱庄，胡庆一堂是胡庆一堂，但是在那个存款的人心目当中，你们是一样的。这也是胡学的，那也是胡学的，这边要不到，当然向他要。所以现在最棘手的就是胡庆余堂怎么处理。胡庆余堂是胡雪岩一生的心血。当年盖胡庆余堂时，用的是曾经准备给慈禧太后修圆明园的最好的楠木。胡雪岩当然希望能够把它保全下来，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保全胡庆余堂是非常困难的。有可能债主人会把它哄抢而光，也有可能会被拍卖掉还债。那么胡雪岩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将胡庆余堂完好的保全下来的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政府的势力，只有官方出面，才有办法禁止大家说你们只能到府康钱庄去讨钱，跟胡庆余堂无关。他这里要营业，不能来干扰，干扰我就抓你，只有这条路。可是政府会替你做这种事吗？政府的立场这样做合适吗？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他脑筋一转，就转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叫做文玉，文大人。他跟文大人是因为到北京以后，那文大人把钱存到他的钱庄里面，两个人认识。可是后来他们交往得很不错。各位想想看，文大人有50-60万两银子在这里，这个时候他把钱拿回来，他也不敢拿。胡璇曾经讲过，那个时候他在杭州。他曾经那边北京说，你把这些人钱还掉，其他人都敢拿，只有文玉不敢拿。因为他怕传出去以后西太后不高兴，说不定连他全家也抄了。我都没有50-60万两，你就有50-60万两，你钱比我多啊，那糟糕了。文玉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个时候要想办法保住自己，所以他就捐了10万两给慈禧太后。他说我不管怎么样，我率先把我10人财产捐10万两给你。慈禧就很高兴，因为慈禧那个时候老实讲，他最担心就是国库空虚嘛，要做什么都没钱。你能想象到以慈禧太后的地位，她都感觉到没有钱，你能想象得到？想象不到的。在我们想法，整个天下都是她的嘛，但是没有钱，她最需要就是银子。现在有人率先做出这个动作，他让觉得很好。文玉大人就趁他高兴的时候，他就讲，他说胡庆余堂我不是股东，但是我有钱存在他那里，我现在是以债权人的身份，我要求扣押这个财产。慈禧本来这件事情呢，他是交给左宗棠去做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很聪明的地方，这个人是你带出来的，这个人是你拉拔出来的，他做的事情你给我负责。所以这整个的案子实际上是交给左宗棠在处理。但是文玉这个时候出来呀、啊，其实我不晓得你认为他是好意还是坏心，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文玉他当黑脸，他偷偷的跟胡雪岩讲，他说：“你这个胡庆余堂啊，不管你交给谁，最后你都是保不住的。就算我帮你忙，我劝慈禧太后，你所有财产都查封，留下一个胡庆余堂给你，你也经营不下去，你没有这个能力。倒不如呢，我替你支持起来，我来成全你，我来完成你的愿望，你看怎么样？”胡璇他知道，如果他说很好啊，那就完了，就破局了，就等于告诉大家他们是串通的，那就完了。胡璇说：“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也要演一出戏，我死不给你，活不给你，我怎么样都不给你，最后我流泪签字给你。”这两个人搭配得非常好，一个强要，一个就是不给，演给人家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签字把财权转移给文大人。文大人把这个胡庆余堂接受过来，他才有资格叫杭州知府，你跟我出个报告，胡庆余堂是胡庆余堂，现在不属于胡雪岩了，属于我了，你要替我保护。所以就名正言顺的就把胡庆余堂保护下来。其实我们从今天的眼光看出来，幸好当年半路杀出了一个文玉文大人，我们今天才有这么好的胡庆余堂，让我们在这里研究，让我们在这里看他整个的过程，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否则的话，胡庆余堂已经废掉了，没有了，只留下个空壳子而已。胡雪岩他一生如果没有留下胡庆余堂，他是白走了一趟。可是他交给文玉呢，他等于完成了一个愿望。各位以后到杭州，你去问任何人，胡庆余堂是谁的？我保证他告诉你胡雪岩的，就没有人讲是文玉的，没有。因此呢，我们可以说，胡庆余堂的保留是胡雪岩收拾残局里面一着很高明的棋。一败涂地的胡雪岩还是非常冷静的收拾了残局，从家中的老母妻妾到钱庄的储户债主，他都尽力做了比较妥当的安排。最成功的是，胡雪岩设法保全了倾注自己一生心血的胡庆余堂。但是曾仕强教授认为，胡雪岩在处理残局中还是有很大的遗憾。那么胡雪岩的遗憾是什么呢？胡雪岩总算把这些事情了断了，他残局收拾的还不错。他当时真心安慰过自己一句话，说：“财去人安乐。”真的吗？他安乐吗？他不安乐，他晚了一步。各位，我们现在很冷静的，如果我们是胡雪岩，我们会怎么办？第一个，他处理的太晚了，时机已经过去了。他跟文大人这样演出一出戏，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他能提前一点，当他感觉到说，哎，我拿回扣的事情已经快要暴露出来了，我这时候不补救的话，我下面的日子是跑过了。那个时候他的心情没有现在这么紧张，他的时间没有现在这么紧迫，他还比较有点自由，可以到北京来。你看这个时候他连来北京的时间都没有，他到北京找谁？找谁？有时候最坏的人就是最有用的人。谁？西太后最听的人李莲英嘛。现在他根本来不及找李莲英了。他找李莲英，他说：“我那些钱其实是被冤枉的，所以你跟西太后说，我所有的赚钱都不是为我赚的，都是为他赚的，全部奉献给他，我只保留一个福庆一堂就好了，我保证有点成效。”因为李莲英呢，他是死的人说成活的人，他这个人本事大就在这里，他是好人坏人我们又当别论，他能够做到西太后听信他的，听到那个地步，可见他很有一套。胡璇他还可以走第二条路，他提前一点去跟西太后讲，当然透过别人讲，他哪里有资格当面跟他讲，说他当时把这个利息加上去，实际上不是为他，是为国家。那国家是谁的？就是西太后的。那现在钱呢，已经累积到一个地步了，怎么转移，怎么捐献，其实都是很容易做的。但是时间一过，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叫做黄金时间已经过了，你就没办法了，你有什么办法？你根本来不及。胡雪岩的遗憾是无法弥补的。就像胡雪岩当年的过失是无法挽回的一样，但是胡雪岩在那种大难临头的情况下，能够冷静地收拾残局，做到不推脱、不逃跑，哪怕败尽自己，也尽量减少别人的损失，就已经实属不易了。那么胡雪岩在安排好了所有的事情之后，是如何处理自己的身后之事的呢？这些处理完了以后，就轮到他自己的。因为他知道他来日无多了，要怎么处理后事？各位，一个人发达以后，一定会想到自己的祖先，所以胡雪岩曾经把他的祖父祖母把他迁葬在风水好的地方。我想这是做一个子孙，当你发达以后，你会去看看祖坟好不好，祖坟不好我就把它修一修或者迁一迁。同时他有钱呢，所以他买了个很大很大的叫什么地呀？叫寿地，不叫坟地。人死了埋进去的叫坟地，人活着就先买下来叫寿地。买了很大的一片土地，风水非常好，整个的格局都是请高人指点的。但是有什么用？我请问你，在这种情况之下，胡雪岩敢不敢说我死了就葬在我原定的地方？敢吗？不敢。他知道自己没有这个福分，你不能葬在那里，你站在那里很快就被挖出来了，因为大家愤愤不平嘛。哦，我们那么辛苦的钱你给我吃掉了，你还安安心心躺在这里，哇，挖了我管你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人情之常嘛。他很了解，他交代说，他死了以后，大家一切从简。这里面有一段很有趣的事情，他告诉他的家人，他说他死的时候第三天，外面就有一个人戴着铁帽子，你们不要小看他，你们要把他请进来，然后把胡璇穿了寿衣捡一块给他，你照我这样做。他讲得清清楚楚。他是1885年11月间，那一年胡璇62岁，59岁出世，60、61，辛辛苦苦撑了2年，总算把残局收拾的差不多了。他就知道他也快完了，果然不错。左宗棠死了，文玉死了，下面就是他自己了。他死的那一天，大家就当然人死了总是要把他换一换衣服啊，安顿安顿啊。第3天，家人就很好奇，跑到外面一看，果然一个戴铁帽子的。他们就想起来，赶快进门来，把他寿衣剪下一块，然后就交给他。那个人抓了以后也不说话就走了。各位，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专门盗墓的人。盗墓的人他也是没有设公司，但是他也是行业，他的情报也是很灵光的。哪个富翁要出殡了，他埋在什么地方，他会来探路的。所以他就来探路了，准备看看你们要埋在哪里，我就准备去盗墓嘛。因为多半富翁死了以后，不是把这个陪葬那个陪葬，很多东西在里面，他挖一个墓，他就可以卖很多钱嘛。因此呢，他就来了。那果然不出胡璇所料，就把他所穿的寿衣，人死的换的衣服叫寿衣，就剪一块给他。那个人一看呢，心里想，这种寿衣跟纸一样，你穷到这个地步，那我还盗墓干什么？算了算了，走了，他就走了。讲到这里，我们还需要提一个人，就是九姨太。九姨太大家都遣上了，他不离开，不离开干嘛呢？他就是陪胡璇，跟日常一样的。没有说你以前有钱啊，我服侍你，你现在没有钱啊，我就随便一点或者看不起你，没有，跟以前一样的，有事情他都抢着做。胡璇死的时候，老太太年纪很大了，心情也很悲伤。太太当然也是一方面年纪大，一方面呢也是受不了这种打击，所以整个的后事都是九姨太办的。九姨太把胡璇安葬了以后，他回家上到2楼上吊自杀。这还不算，胡璇到底葬在哪里不让人家知道。因此100年来没有人知道他站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曾经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胡璇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走了，曾经辉煌一时的胡大先生就这样仓促的谢幕了。中国有句俗话，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斗转星移，时代变迁，转眼间100多年过去了。那么后来的人们还记得当年大名鼎鼎的胡雪岩吗？又是谁最终发现了胡雪岩的墓地呢？一直到100个年头过去了，很多的人事的改变，你看秦朝也不见了，胡庆一堂的主人也换了很多人了。这里头有一位先生，我们一定要介绍他，他叫做赵玉成。赵玉成是什么样的人呢？现在还在杭州啊。他是胡庆宜堂的药工，在胡庆宜堂服务了50年，半个世纪。他对胡庆宜堂有很深厚的感情，虽然他没有直接见到过胡雪岩，但是在这50年当中，他左天也是胡雪岩，右天也是胡雪岩，到处都讲胡雪岩的故事，所以他对胡雪岩很敬仰，也有很深的感情。他心里想，这样的人死了以后都不知道葬在哪里，这不是很遗憾吗？他也知道他们的家人也很想找，只是不方便，所以他就觉得他应该去找。没有人告诉他，没人给他钱了，他自告奋勇了，他发自内心的认为说，我应该去找。他花了整整快2年的时间，一圈一圈的去找，好辛苦。最后被他发现胡雪岩的墓，他发现的时候那个墓碑已经倒下来了，他请了人帮忙一圈过来，上面有胡雪岩。当时他很兴奋，他认为他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所以就请人把他抬回到福清义堂。可是那个时候福清义堂的领导是不重视的，他认为这跟我们福清义堂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可是赵先生也没有泄气，他又找到他一个师兄冯根生先生。冯根生是世代都在福清义堂，他一听到这消息就赶快联络杭州的政府，然后又把胡雪岩的墓重新修造起来。我去看过，当然这几年交通一年比一年方便，刚开的时候是很荒芜的。在杭州郊区一个偏僻的山坡上，坐落着重新修建的胡雪岩墓地，100多年的光阴似乎就在这石阶上延伸。胡雪岩的墓地四周环山，绿树成荫，很有些像胡雪岩小时候放牛的地方。也许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胡雪岩，最终怀念的是他童年美好的时光。也许胡雪岩选中这个地方，就是认为这里才是他最好的安息之地。胡雪岩的一生就是从没有到非常高峰，然后一败涂地，又回归原点。我倒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你事先知道说你这辈子也是高峰，然后一无所有，你有什么看法？胡雪岩倒是讲过一句话，他说我那几十年的所得几乎是一场空。我5、6岁的时候是这么没有钱，我现在61岁、62岁还是这么没有钱，那这段不是白干了吗？但他没有后悔，他没有后悔。我希望我们呢，就算你明知道是这样，应该做的还是要做。任何一段经历对每一个人讲都是很宝贵的经验。胡雪岩为社会、为国家所做的贡献，他是得到的。你看，我们到100多年以后，我们还在讲他的事情，但是他犯下的错误，我们不能抹杀，我们要引以为戒。他犯的错，我们时时刻刻放在脑海里面。公款是不能侵占的。做人是一定要实实在在、诚诚恳恳、规规矩矩，偶尔有什么不得已的变通，如果事后发现不对，要及时去补救，不能拖。你看他这一拖出来，拖到无可挽救的时候，他自己要去承受。左宗棠救不了他，最后慈禧太后也是各方面的压力，讲了多少次，他就下命令，叫浙江巡抚把胡璇抓起来，关到牢里头，准备抄斩。幸好当时的官府还蛮体谅胡璇，那公文的来往可快可慢嘛，对不对？你快一天就到了，一天就抓人了，慢慢反正一层又一层，等到公文拿到手，传到杭州府，杭州府派人去抓胡璇的时候，胡璇已经先一天死了。这就是老天对胡璇的补偿。然后杭州知府就上奏，中文上奏都是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模式，就是这个人该死该死该死，不过现在他已经死了，我看也就算了，就是这么回事了。历史以来就是这个样子了啊，然后也就销案了。所以胡璇固然是不了了之，整个官府对这个案子也是不了了之。当一个人死了以后，我们把它叫做盖棺论定。盖棺论定以后，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应该从他的一生，我们来得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最后一集要讲的是胡璇的一生，他给了我们哪些启示？谢谢大家。大清国最富有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最终在贫困中郁郁而终，时年62岁。纵观胡雪岩的一生，他为自己画了一条令人深思的抛物线，这里有令人羡慕的巨大成功，也有令人痛惜的惨重失败。那么我们从胡雪岩的一生中能够得到哪些启示呢？请继续收看胡雪岩研究会副会长、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讲《胡雪岩启示之自作自受》。